哎呦，阿小高，最近的日头实在有够猛啦！我逐天骑奥多麦来上班，只不过十分钟尔，你看已经白咖呢，遮乌乌啊！啊，前阵啊，我做迄落擦边是用机械边做，啊，不过迄羊皮机械边有够歹边的，哦，足歹涂的，所以我后来呢。就看了影片，哦，伊唔免用干冰哦，嘛免用冰角哦，伊就是用好以后放冰箱，甲摕出來，哦，就是正安教。啊，用的材料嘛足简单嘞，就是鲜奶油，啊，搁炼乳，啊，加一撮盐，就好。我感觉足方便嘞，所以我就想要来试看卖。先倒一百 CC 的鲜奶油。后来呢，我要加40CC 的炼乳。哦，炼乳够慢。我下一挂盐，要来好嚼，我刚家倒去铁盘啊面顶。咱即摆倒一挂巧克力，不辣椒。啊，若是有泡吼。把它切切的，现在就拿去放冷冻，放四点钟以上。哦，好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哦，哦，哇，水啦！来吃炒饼啊，吃炒饼，吃看麦。我真正变冰淇淋了，热天就爱食这个啦。哦，虽然讲无法度马上食，啊，不过吼，你要做好先放嘞，想要食再摕出来夹，嘛是袂歹啊。赞！啊，我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逐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然后有新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影片，会去搞订阅落去。多谢，拜拜。